再从前面再唱到这里哦，好不好？很简单吗？觉得很简单，举手。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来，再很厉害，再唱一次哦。来，宝贝，怎么还不睡？我教你们唱歌啊，最后这个字啊，要唱长一点。对不对？你们唱短短的就很像在念书，可是你把它拉长，就是宝贝，就很像在唱歌，这样懂不懂？就是你不要唱宝贝，你是唱宝贝，就是唱歌，宝贝就是念书。好，来哦，来，充满希望，美好明天，你知道。多印一个，大家看，不用不用，是不是？